为什么不算？因为那两天不知道玩啥阵容，玩来玩去的，不知道玩什么。我这个就属于正常，你知道吧？就是，运气好吃鸡，运气不好吃分，哎，这就对劲了。都说了不要跟我抢装备，非得跟我抢，啥也没抢着吧？你抢着啥了？抢个破腰带，你非得跟我抢？我这好像无敌了。一不玩 EZ，我前期三金的龙加潘多拉魔盒，你居然让我赌 EZ？
是真不咋会玩啊。操了！真他妈背，正好碰个皎月，还两星了，他妈哪来的呢？那都他妈哪来的都不知道都。绝不回头。放个一块，放个两块，放个三块，一会儿上个这，我来让他们下跪。这边都可以扔。一秒，顽童与变革齐头并进。一秒你都坚持不住。这人不一定能挺住十五秒啊！一秒，再坚持一秒！哎呦我操，不容易！不容易呀！不要攻速，我要为啥还是勾 EZ 了呀？这也不给牌呀。
给点牌呀！三连胜了，应该。 坏了吗？这 EZ 可以上水银呢，没水银了，那你拿着吧。 升级呀、啊！有人让我升级，那我升吧。你看我要升级没打过呢，我操了！我就把你崩了，又碰上这个皎月了，哎，真鸡巴烦。 龙不放备战席吗？为啥要放备战席呀？8块钱龙也只能蹦8块钱龙，赛分不是挺厉害的吗？赛分可以用啊，赛分都不用吗？不是把龙变了有啥用啊？ 变金鳞龙啊！那就不用了呗。赛分又不是用不了，用了。等那什么十奥玉什么迪迦的往上放吧。 给个泰坦吧。
个泰坦饮血剑。赛芬羊刀没有任何用，赛芬羊刀一点用也没有，叠不起来这玩意儿，最好找个银血给他。叫塞拉西呀、啊，塞拉西可以用啊，下边那火。奥温，奥温能用，我留着。我们稍微细节一点啊，等那个打完了，嗯，等打完了我们再上。正好80块钱。细节一点，来自下水道里的末日，真的细细吧？就对了，又来一张奥文，符文确定了，再把三星赛分我们肯定是有的，没什么问题。引起剑魔抗，战斗血液沸腾，我操，什么监狱都管不住，蜘蛛之神需要剑。哎呀，这质量提的挺好。蜘蛛，不要蜘蛛，没有用，一会儿再拿。我决定拉个八。我操，这轮赛分连15秒都没撑住。我决定拉个八，别忘了，我们正处于战争年代。
上叠加没东西上啊。下边直接升级吧，下边升级把钱花光，没有多少血。这确实没啥人能用啊。左一，牙上不去呀！不行，金鳞龙不用上这么多，上五个得了，这俩扔了，再补个龙神。这俩扔了，补个龙神可以。我的母语就是战斗。我把这左一捏。我这奥恩还能上去了吗？好像上不去了呀。蹦了个侠出来，那我也不能换侠吧。孙悟空点 J 啊，不重要。没关系。牙换不下去，没有用。
我就把这条龙换个十费的就完事儿了。把塞拉斯给他换个，给他换个派克。就现在，省了一会儿过载了。行，他叫啥呀？我还能递啥吗？我没啥好递的了，先这么地儿吧。谢谢大哥是秀儿吗的钻粉飞机，谢谢秀儿给我蹦两张派克加一个赛粉。亚索，亚索也行啊，是不是？塞拉斯爬不行啊，我下五金鳞龙我的德莱文之斧就没了。啊，不不不不不不，哎呀，应该上亚索的。哎，这波应该上亚索的，这波死了我可老难受了，别死行不行？能别死不？能别死不？能不能别死？给个机会，三龙打一侠。泥头车，还是给派克吧，给派克，给个派克，啥玩意儿的？还是派克比较重要。左一是你爹，左一不金鳞龙吗？那肯定是我爹呀，左一能不要吗？好了，嗯，一夜回到解放前。金鳞龙。